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大智钓具的大师陈生，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把哈，堪称经典的前打杆，就是寸针钓具。来，寸针钓具哈，这一把叫什么？叫做钢策。因为前打杆里面很少整只做蓝色的，这一只就是一只。哦，各位可以看见哈，寸针钢策前打杆，13尺论15尺哈，定价哈是3350。这个当然跟我买吼有一些些优惠，不过吼我绝对不是卖最贵的那一个，也不是卖最便宜的那一个，因为这种东西的利润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可是跟我买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吼，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开启 LINE 的 VIP 服务。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什么叫做 LINE 的 VIP 服务。好，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好了。好，13吋15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尺寸啊。假设说，你是想要钓那种港边啊，或者是一般的港口啊，13尺论15尺都是相当不错。那它这个哈有另外一个尺寸哈，就是4353，这个是比较长的哦。43应该是13134十四点多尺论十八尺这样子。然后它的定价是3700，好，比13吋15的多一点点价钱。那这个我们拿出来看，各位可以看见蓝色的，喜欢蓝色的钓竿的朋友，各位你们或许在这个室内看蓝色会觉得说好像怪怪的，各位海是蓝色的，你拿去海边看起来是相当漂亮。下面的手把这里有防滑的，然后这个卷翼细座可以看见是一个富士座，富士座相当漂亮，很精美。然后我们把它抽出来看看，抽出来看看，好，是标准的，这里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前打珠，前打 U 型环，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防缠珠，来我们抽出来看看，各位看见这个尾巴，相当灵敏，相当灵敏，就以为的地啊，相当灵敏。然后抽出来之后，有一个对准线，尾巴很灵敏。然后接下来就是蓝色的杆身，蓝色的杆身。各位如果喜欢蓝色的朋友，这个钓竿在海边看起来相当协调。这是在我们室内，我们看觉得蓝色很奇怪。这个如果拿出来是钓啊，站在海边一点违和感都没有，而且它可以润，它的润在哪里？润坐在这里，做得非常隐秘，各位看哦。有没有？这一支的特点就是说它的润结的地方做得很隐秘，让你觉得它好像没有润。来，我们再把它收回来这里，收回来这里之后，润回去。各位有没有看见？所以它看起来真的是像一把没有润的钓竿，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好看。因为钓竿里面要做蓝色的真的很少，而且各位可以看见这个什么手机拍不太出来，它有做一个渐层，这里比较深蓝，这里比较浅蓝一点，所以它其实不是单一的色调，就是说它有喷一些渐层这一节它比较明显，这也是比较浅蓝，这里比较深蓝所以它也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颜色的，就是渐层啊，让你不会说看起来很廉价。然后3000多块的前打杆来说，寸针是国产的品牌，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那这个如果说像各位有跟我买钓虾杆、钓鱼杆、前打杆什么杆，就是那种商品价格稍高的商品，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你可以开启 LINE 的 VIP 服务，就是说有一天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钓组绑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是说我这个钓的不知道对不对，用打字的相当麻烦，你可以跟我约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启 LINE 的视讯一对一真人教学，这个就是 LINE 的 VIP 服务。那这个钓竿如果想买要怎么跟我买的，来，你可以加我的 LINE 的 ID， LINE 的 ID 各位看右边，LINE 的 ID 0980217692，加了之后你叮咚他回复你的是大智先生，我本人亲自为你服务。然后也可以左手边那边有看到脸书的粉丝团，去按一下赞，然后顺便追踪一下有各种新的这个钓鱼的资讯都可以在那个我们的粉丝团看到。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那个 YouTube 搜寻高雄大智钓具，有相当多的介绍商品的影片可以看。
哈，商品的影片可以看。那这个如果要邮寄的话，哈，只能寄邮局的宅配，邮局的宅配运费是100块钱，所以，可能要麻烦各位先汇款，然后我们再用 LINE 联络，然后再帮你寄货这样子，哈。然后摄影师走一下，哈，我们是实体店面，实体店面跟我们购物，哈，有保障的，不用担心。好，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是商品跟我们买的，我们都有哦。日后如果你需要维修，我们绝对是帮你维修的，绝对是帮你维修的。有原厂送原厂，有公司送公司，哈，这样子绝对不会让你的钓具哈成为孤儿，成为孤儿是这样子的，哈。那维修的部分，我们只维修我们自己卖出去的部分哦，哈。然后今天哈这个钓竿这个有两种尺寸，哦，13吨15。13吨15现货，13吨15，另外一个尺寸，哦，这个4353，哦，这个最长是18尺43，应该是313/3214.多吨18尺这样子，哦，313/32，14点多，哦，14.3尺啊，14.3尺吨18尺，哦，然后蓝色的，好，那。先放这好了，那这一支就好。来，今天就介绍在这里就好，谢谢各位，拜拜。